大家好啊，今儿这个视频呢，我又换回我这相机录了，我把这相机架在我这桌子上，因为我现在实在有点忍受不了我这罗技网络摄像头它这个画质了啊，它虽然是 1080p 的，但是我就怎么看都怎么不顺眼。今儿呢，我这视频想给你们讲一故事啊，我的自己一个亲身经历。在这个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说件事儿啊，就我这个用了5年的钱包啊，这还是我在大学时候那个女朋友送我的啊，终于报废了，因为我不小心把它放在洗衣机里，并把它烘干了，然后知道吗？它这个所有皮都开了，就这钱包感觉快要废了。这个钱包报废了之后呢，我研究了巨长时间，然后我换了一个新的啊，我给你们看一眼。这个新的钱包呢，长这个样子，哎，帅不帅？这个呢，它就正好是一张信用卡的大小，你看见没有？然后你怎么用呢？这个钱包你把所有卡放进去之后，然后你看这儿有一个槽，看见没有？然后你把卡这么着拿出来之后啊。卡上来之后啊，这么一掰，哎，然后你就选择你要的哪张卡就行了啊。你看，这么掰的时候，但平时呢，它就正好是一张信用卡大小。这个夹子呢，你可以夹点现金啊。这个呢，我觉得非常小巧，非常这个 minimalist 啊。现在不都讲究这个 minimalist 的 EDC 吗？就是 everyday carry。今儿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故事呢？给大家讲一个我在高三的时候集中解的故事。高三的那阵呢，我比较活跃于这个。运动界，当时呢我还准备着100米4x1接力，当时呢还在准备这个区运会的铅球，同时呢我们那学校的那个篮球队啊也在打比赛，就当时我是活跃于这几个项目。所以那阵呢我在高二左右啊开始了健身，哎，这项东西当时哎小白一个啊屁都不懂，然后我爸呢给我找了一教练啊，我就天天跟着教练练。当时给我找的那个教练呢算是我那个健身房啊资历稍微比较老一点，然后他是好像北体毕业的，所以懂得也挺多的。当时是他带我分项训练的啊，当时呢他就发现我这个上肢力量特别特别弱啊，当时我是腿比较厉害，上肢卧推推个空杆，哎，推都费劲。刚开始练的时候好像深蹲就已经80-90公斤了，我记得。然后呢我们家有一习惯，就是我们家会定期体检，就每年至少都体检一次啊，反正但是来了美国我就没怎么体检，就反正我在美国期间只要回国呢我妈肯定会带我体检，抽血啊乱七八糟就那一大项啊，综合体检。就在我有一天啊在这健身房练得兴致勃勃的时候，我教练突然从远端跑过来说，哎，你妈找你，你妈找你啊，急事急事，你现在赶紧打车去医院，你妈说现在情况紧急啊。然后我就哎，我说啊什么情况啊，然后我就那练都没练完呢，然后打车去医院啊。打车去医院呢发现我妈在那等我啊，然后我妈呢跟我说，你这现在就有生命危险。我说生命危险你别逗了，我现在好好的，你看你这化验单。然后当时那化验单上头有个什么指标叫什么天冬胺转氨酶还是什么玩意儿，我没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一个肝脏和肾脏的转氨酶啊。肾脏那个转氨酶人的正常值是30-150啊，你猜我多少？我整了一个69000啊，就比这个正常值啊高出了400倍啊，30-150我弄一69000，70000啊。在第一个化验那个医院呢，那医生跟我妈说，就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啊，说你这高的也太离谱了。反正当时啊，那医生跟我妈说了一大堆，说哦，你这个肾脏这个转氨酶指标这么高，会引起很多什么肾小管堵塞啊、尿毒症啊、肾衰竭啊，严重的可能你这还得换肾，你知道吗？然后我妈一想，那阵我16、17岁，17、18岁。我妈一想，我17、18岁小伙肾要坏啊！我妈当时直接吓晕了啊！然后结果她在被医生说完这一通吓晕了之后，还被送到抢救室抢救了一波啊！当时呢，我们去的那个医院啊，是在北京离我们家比较近的那个医院，就不是就是甲级医院，你知道吗？算是个二级医院、乙级医院，那体检嘛，也不需要做什么特别高难度的操作。这个化验结果一出来，69000，好家伙，我们直接去了一个甲级医院的急诊，这个也抽血测了一波这个转氨酶。这个甲级医院测出来的结果是62000还是63000啊？但这个60000的级别，甲级医院的正常值也是30-150。当你这个高线是150的时候，你弄出来一个62000和69000啊，虽然它差了7000，你感觉很多。当我这个等级已经在60000的时候。7000已经无所谓了啊。然后当时怎么说呢，他们说你这个治啊也非常简单，哎，不用什么开刀手术，不用吃什么药，哎，就给你狂喝水啊，狂给你打葡萄糖。横纹肌溶解是什么病呢？反正就医生给我解释，你这个肌肉啊撕裂的速度太快了，你身体的恢复速度跟不上，
然后你肌肉里的所有蛋白质呢，这不都流向肾吗？这蛋白质太多了之后流向肾，就可能把你肾小管给堵住，肾小管一旦堵住了，你的肾就坏死了，就是尿毒症啊，肾衰啊，反正就医生说的那严重症状就都来了啊。当时医生一直问我有什么症状，我说并没有什么症状，我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我当时我说我妈拿到体检结果的时候我还在那健身呢，医生说按理说你都已经站不起来了，你为什么还能健身呢？那我也不知道啊。过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晚上不是直接就去急诊，然后直接就给我输液了吗？我妈去挂了一个主任号啊，就问了问那主任，哎，说这怎么怎么弄啊？那主任跟我妈说呢，说你儿子是我们医院20多年来，是我当主任20多年来啊见过的最高的一例啊，说上一个上5位数的是之前一个跑马拉松的小伙啊，测出来14000还是12000，我具体忘了，那都已经像我高二高三的事儿。反正他测出来10000多，然后第三天肾衰竭死了啊，他刚跑完马拉松，觉得自己浑身无力，然后一去测12000啊，然后肾衰竭死了。这个主任他非常好奇，我为什么指标能达到6万2的同时呢？像正常人一样，没什么事儿没有啊。主任非常好奇，那主任说那你就休息吧。然后主任啊，当时给我说了一大堆啊，说什么你这个体质啊就不适合运动啊，这个运动呢可能此生就跟你无缘了。你看那么多人运动，没有几个人练出来肌肉解吧啊。他得出了结论啊，在什么都没问的情况下，他得出了结论啊，就说我这个体质啊就不适合运动啊。关于这个主任的话，还有这个我对现在很医学上一些态度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反正当时的治疗方式很简单，就让我一天狂喝水啊，我每天喝4升水以上啊，葡萄糖给我打5升，哎，葡萄糖那。我就在那坐那打点滴嘛，打点滴每天，你知道如果你每天体内摄入10升水的话，你得去40次厕所。我跟你说，一天如果你上40次厕所的话，我跟你讲一实话，就你那儿都疼得慌，你知道吗？就太多的液体从那儿流过，哎，真的是太难受了。哎，中间呢还发生过一件趣事儿啊，就我在那打点滴的时候，我就打点滴嘛，我旁边坐了一老太太啊，在急诊那点滴室里啊，那老太太啊。这个非常那个怎么说，非常善良善意的这望着我啊，哎，小伙子，您爱人对您真好啊，天天还陪着你。然后我跟那老太太说，我说那是我妈啊，不是我爱人。然后我妈此刻已经在旁边笑疯了啊，你知道吗？治疗就是这样啊，就天天喝水，天天打葡萄糖，每天上44厕所。然后你上44厕所呢，你就看你的尿啊，是不是变成可乐色了，就茶色、深褐色啊。你知道每天呢去抽3波血啊，当时这胳膊抽的全是针眼，你知道吗？这两个胳膊都快抽烂了。反正每天撒尿的时候呢，就跟抽奖一样，就生怕我在那看着，万一出去是可乐色，我就GG了啊，好吧。所以每天，就看抽奖，然后每天，我那尿啊，真的就比农夫山泉还透明，你知道吗？当时是我人生中这尿的颜色最透明的一段时间。反正呢，就这样输了这么几天夜了，输了个4-5天，好像我记得。最后呢，我在指标好像是还是几千的时候，5-6千的时候，主任呢就放我出院。他说啊，这个正常人啊，这个5-6千的话都可能去重症监护室了。你呢，鉴于是60000多降下来的。那我们相信你已经有了康复的实力啊，你可以放心回家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这个横纹肌溶解的这个故事。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导致我大一大二就根本没健身啊。后来呢，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蛋白质啊没吃够，根本没吃够。什么恢复速度、肌肉重新生长的速度，它那速度就等于零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当时健身的时候啊，我妈心里想，哎呀，我儿子好不容易健身了，好不容易能瘦了，那就给他吃点蔬菜吧，别老吃肉了。然后呢，我就天天回家健完身之后巨累。我跟你说，我这人就喜欢虐自己，就什么事儿呢，我如果决定坚持下来，那我肯定把自己往死里弄。我每天训练巨狠巨累之后回家就吃菜叶子啊，吃点豆腐、啊、当时对营养毫不了解啊，所以才导致了肌溶解。就因为我的肌肉从撕裂的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再生过，没有重新长起来过，它永远都在撕裂状态，能不肌溶解吗？所以说你看那个主任啊，当时他也什么都没问我，根本他在我得了这个肌溶解之后，他都没有问过我的饮食状况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就这，我就一直对很多医生就真的心存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我从这件事，我把这件事想明白了之后啊，我就对现在的很多医生啊产生了怀疑，
你知道吗？我的饮食状况啊，我的饮食结构，我的训练状况，我的训练水平，我的训练强度，休息啊什么，这一系列情况他什么都没问，他就根据啊我从健身然后得了横纹肌溶解，他就说我这个体质就不适合锻炼啊，运动就不适合我这种体质。然后他还是一个做在甲级院做了20多年的主任啊。反正我就从这一个案例，我自己这个案例来看，我就觉得很多医生啊，他分析病例的时候他分析的不全，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之前一个视频跟大家说，很多时候你人体是非常强大的，一定要相信人体。行了，现在咱们升华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怎么升华呢？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心理精神上给自己带来的很多负担远比你疾病或者受伤本身给你身体带来的负担多得多得多。我觉得很多时候生理上的受伤并不能压垮一个人，但很多时候就是你心理上的负担啊，就真的能就把你彻底压垮，那什么一夜白头啊什么的，对吧？大家你都听说过很多什么癌症自愈的故事啊，对不对？虽然我不相信医院呢，对吧，但是那是分情况的。比如你像我是身体内部系统出了毛病，哎，对，没有什么就明显的破损或者什么，我就其实不愿意去医院，就是我不太相信医生，你知道吗？但比如你我腿断了啊，那我就确实得拍个 X 光，然后拿个护具去啊，这玩意儿那没法整了，不能说我在家里天天耷拉着，对吧？那你外伤，那你能不去医院吗？现在医院你必去，对不对？什么或者你得肺炎了，乱七八糟那种东西，就能及时有效的治好的东西啊，那医院肯定是有的。这是我的个人经历了，我就觉得这个医生啊，有人的话就不太可信。当然呢，我这个理解可能有点片面啊，就是你们应该能懂我的意思。就有些时候呢，就是在你身体本来可能没什么太大事儿的时候，你的身体是完全能自愈的，当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情良好的心态的时候。但是我又同时觉得很多医生在了解你病情的时候吧，他了解的他不是那么全面。你看那主任根本没问你，像我之前说的饮食状况运动状况训练状况，对吧？他就直接得出这个结论说你不适合运动。那我觉得这对于我个人来说，它就是一个误诊的情况，它就耽误了我2年训练的宝贵时机啊！就这件事儿发生了之后，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想解决办法。为了说，哎，这件事儿已经发生过，这件事儿后果好大呀，那给我带来好大的那什么痛苦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你想这种事儿呢，就影响自己的情绪。就这个呢，虽然是我觉得无法被验证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你作为一个人类哈，就是你的心态啊，你的思维啊，就是由你大脑控制的这些东西，就这种东西在很多程度上是高于你这个肉体的存在。所以呢，你看在想明白这件事之后，我就觉得是我营养这关啊做的不够好。然后我在大三开始之后，自己去了解了很多关于营养学的知识啊，重新给自己算了一下三大项。你看我就练到现在，对吧？从大三大四练到现在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这个 anyways， 这个就是我呢横纹肌溶解的故事。所以啊，我现在可以非常自豪的跟别人说啊，你说我什么不好都行啊，但你不能说我肾不好。我的肾，哎，就是那最牛逼的，你知道吗？你而且你在我面前还不能说你肾好啊。如果你肾好，你6万9这指标能活下来吗？哎，你不一定。但我一点症状都没有啊，就是强啊。我的这个肾啊是经过了科学验证强的啊。开玩笑。所以这以上呢就是我这个横纹肌溶解的故事了，就是今天呢突然想起来跟大家分享一波我一个有比较有趣的这个人生经历啊。行了，那我明儿再见啊， peace。